超兽王玩具开箱，我是香蕉哥哥，我是月亮姐姐。这一次的机甲超兽王玩具太酷了，它有三种模式。对，一般我们看到只有两种模式，它有一个厉害的，就是你看到的这个，当当晶体。你看晶体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方块的形状，这是妈妈最喜欢的。因为带出门很方便，就这样带一颗出门，不会这样子零件很多，不会哩哩啦啦掉的到处都是。而且它三种模式就是有晶体、超兽模式跟机甲超兽王。对，等一下我们都会一一变给你们看。我们首先看到这个呢，0101有没有？它就是红狮王，算是主角之一。红狮王很像哎。等一下，我们就是要把它变成超兽模式，也就是动物的样子。对，然后这边就过来，就过来，这是它的伙伴们，超级帅气的。对，他们有各自自己的颜色，你看有绿色啊，然后蓝色啊，黄色、白色，跟它红色。我还想要看看跟我一样蓝蓝的这一个，哎呦，是有没有人猜出它是什么动物哦？因为你看它这边有个角，有没有？对，你想到它是什么动物吗？我知道，犀牛。对，所以它就是我们的蓝犀王。看它这个，然后过来看一下它的盾牌，我们给大家看它的盾牌，很帅耶，有没有？一目了然，一看就知道。而且你看它的编号不一样，红狮王有它自己的图案，对，它是三号，就是蓝犀王。有看到犀牛的图案吗？对。那绿色的是有没有人猜猜看他是谁？绿色的，给大家看一下他的盾牌，就会猜到喽。噔噔噔，嘴巴很大的，哎，他很帅耶，这个，你们猜中了吗？有吧有吧，绿色的鳄鱼，所以顾名思义，他就叫做绿鳄王。好，还有一个，哇，他很帅气耶。它这个看起来就像一对翅膀一样，那你们看它图，有翅膀的老鹰，所以是白鹰王。它很帅耶，你看它翅膀，我喜欢。它整个家族起来超帅气，而且都有编号，1234。对，好的，他们在这边展示给大家看，我们今天要用红狮王来把它变身给你们看哦，来试试看哦。所以我们现在晶体模式要变成超兽模式，交给月亮姐姐。哇，好期待哦！我可以拿到它，我还可以这样，拔起来。对，这就是等一下知道里面有机关哎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等一下就知道。好哦，我先要把它变成超兽模式，狮子。有哎，这里是他的头有吗？有狮子的头，狮子的头，好，藏在里面。对，然后这边想必是他的脚，我看到他的爪子了，后脚。对，他都收纳收在里面，所以我们就是把它拉出来，一层一层搬开，对，是剥橘子的概念。对，真的是剥橘子的概念。然后这边也是，你看哦，这边感觉就是可以把它转出来。转出来，剥橘子的概念，我在剥。这边有一个小盖子，小盖子要翻开，小盖子打开，里面有东西，就把它剥出来。然后这里应该是他的手，对，哎，这很棒哎，有那种收纳的感觉。对，好，这边一样，小盖子剥开来，剥开，打开，然后爪子噔噔，再把小盖子收起来，很好，然后头。有没有推出来？有没有很帅气？对，我从里面把它推出来，噔噔！哎，这样子看起来帅很多啊！噔噔，玩不好，好像差不多。少一个东西，真的吗？大家发现是什么吗？前肢、后肢、头啊！少一个东西，什么东西？摇一摇尾巴，所以一定还是要尾巴。它现在是一个狮子尾巴在哪里呢？藏在这里，从这里。原来如此，它连这个都收纳的好好的耶，不会掉出来。不会掉。所以这个哦，打开来就会成为我们红狮王的尾巴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它是把它抓住。对，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这样子长条形的卡榫，然后这边刚好也有一个这样可以把它滑进去，滑进去之后就会咔。扣上，然后它的尾巴就出现了。我想要闪电型的，可以爱什么型都什么型，超级帅的。调整一下，这一只脚抬起来了。它在那个挖土吧，它是要往前飞扑了，身体会扑很低，很像要往前飞扑的感觉。然后就这样调高。对，因为它是狮子，你知道狮子它都会看到那个猎物的时候就这样子快速攻击，快速攻击。超兽模式的时候，它可以快速攻击。啊！我完成我的超兽模式。好，那现在
它超兽模式要变成机甲超兽啊，变身！啊，先把它的期待哦，尾巴拔掉，先放旁边。好，把它拉直。好，很简单，一样呢，把东西转转转就好了。这个最酷的地方就是你看，转过来，哎，翘起来，这就是它的脚。你变好快哦。然后后面这个搬起来，转过来，这个翘起来，搬出来这样才站得稳。后面这里呢，把它推一下，推一下，推一下，你看，脚就完成了，就会站，对，站稳了。好，那现在呢，在这里，再从这里开始，它这个呢，因为是东方武士的造型，所以你看，打开来，哦，有个那个盔甲，盔甲的感觉。然后手一样转过来，转过来。哎，再把这个转过来，它就是手的样子，一直转。哎，是不是？哎，哪里怪怪的？哎，少了什么呢？少了什么嘞？怎么看不到？没有脸，所以这边翻开。哦哦，是机甲超兽王红狮王。你刚刚有看仔细吗？他把那个面具这样翻下来，就出现了耶。嗨，噔噔。嗨。好，那它有厉害的两个武器，一个是这个攻击性的武器，武术杖击，啪嗒这样，砰砰砰。然后另外一个是盾牌，盾牌这个呢，我们要把它这一个翻出来，它一样有一个勾住的地方，插到这一个洞里面。哦，一手拿盾牌，一手拿这个杖击，啪，超帅的，变身完成。你看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很帅哦。很帅，而且你看它是红色、金色的那种质感。对啊，就是有武术的元素在里面。嗯，东方的味道，东方。超酷的，这就是红狮王。更厉害的，雷霆狮王。啊，这个动作要很大。对，因为刚刚呢，他们是自己的晶体变的，现在我们是三合一。三合一就是要找他的战斗伙伴一起来组合，所以这个雷霆狮王呢，噔噔，我们拿出来，轰轰轰，咻，这三个晶体，有没有？看这一个就知道了，这一个呢，它就是，嘿，你们看，喂，哎，就是上面有三个头，猴狮王、白虎跟黑豹。哦，所以等一下，白虎、黑豹，他们就会三合一合体，变成超厉害的机甲超兽王了哦，就是雷霆狮王合体的。所以很特别的是，来你看哦，它有这个数字零一，就是雷霆狮王嘛，然后有一跟二。哦，零一之一，零一之二，表示是组合在一起的。那现在呢，就月亮姐姐来做白虎这个超兽模式。OK， 哎，我发现它的配色又跟我一样了，又跟你一样。好，我来负责。现在我要把它变成白虎，所以看一下这个晶体，拉开。然后这边又是一个转转的，转出来，这个感觉像什么呢？脚。答对了，有没有像这边？也是一样，把它拉出来，拉出来。去去，好哦，哟。很帅哎，有没有看到他的脸呢？对，然后这边通常他的头后面就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卡榫，很简单，你只要卡榫去找到他对应的卡榫，也就是这边吧，卡榫对卡榫，咔嚓，噔噔，就快完成了。哎，真的耶，就快完成了，他的前肢就会比较帅。哎，然后让他站稳一点，有吗？有吗？这样子，是不是又缺少了什么？尾巴，尾巴，尾巴都要找一个，哎，藏在里面，哎，就在这里。你看它收纳的多好，多完整，那应该就是红色。我要红色的，对，好的，我的尾巴出现了，好的，而且它是反方向，它就会进不去，它就是刚刚好的形状，就会知道错了，你就要转一下。对，它是卡的刚刚好，这样就会很顺利的进去。哇，我的白虎出现了，而且尾巴我一样要给它闪电的，这样子，耶！好，那他的伙伴黑豹交给你了。二号黑豹，噔噔，一样拉开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转这一个好了。噔噔，这是他的前面，身体的前面，头也出现了。对，只要转出来以后，哦，然后呢，通常会立起来。对，过来，
跟我的这个的道理是一样的。而且它的脚也是黑色，配色跟我一样。后面转转转，脚的道理跟你一样。哦，一样的。转出来，然后一样一个卡榫地方转出来是它身体。哎，你看有没有发现黑豹比较瘦？猎豹的概念。对，它们比较那个精壮。然后呢，这个转进来，让它靠近这里。哇哦！怎么办？我觉得你的也很帅哎。都很帅哈。但我觉得我的蛮美的。要再转一下，让它那个脚可以立起来，晶体的外形可以被看到，有数字，有数字。转错边了，哎。哎，所以小朋友就是可以慢慢去摸索，这都可以360度、180度的大转弯的旋转。对，你们可以旋转看看。哪一面才是正确的？像这样应该就是再帮他少了调整一下。嘿嘿嘿嘿，我有你没有？我也有在这里。而且它的尾巴上面就是蓝色的，有配色哎。是蓝色的。对啊，我的是红色，然后你看你的就知道，这样放进去。喂，插嘴。哇！哎，好帅啊！我是虎，你是豹。我是豹，可以调整。而且。一黑一白，来吧！一黑一白很帅气。我们来走个秀。啊！你看，比较帅啊。他们侧面都很好看哎。哎，对。还有这个腮帮子做很好。哎，我有腮帮子。对啊。而且他们眼睛都有一点透亮透亮的感觉。透亮透亮。那种透明的感觉。等一下会不会有什么功能呢？不知道哎。哇！你的嘴巴可以这样吗？可以哎。哎，可以。打开更帅。我还可以这样哎。嗯，你是谁？歪头，你是谁？狗狗都会那样歪一下头。好，这就是黑豹跟白虎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把它变成机甲超兽王的模式。所以白虎、黑豹再加红狮王会变成机甲超兽王，要怎么变呢？怎么变呢？你看它这个，刚才我们拿掉以后，这个是01，嗯，对不对？然后我把这个拉拉看，可以拉的地方就拉开。对，要么就是拨开，不然就是拉开。拨开了，好。什么？我看到了什么？头，狮头，狮头，转过来啊。对，下面拉，拉开。哎，这个是应该有那个脚，哦，有哎，有哎，脚出来了。所以这里还有像盔甲一般的东西。对，很多可以拉开的，拉开，拉开，对，都拉开。好哦。对耶，我要玩。你来，那你来。Geo Mega Power， 有脸跑出来了，而且按一下这个钮，它其实会有声光。真的吗？这个？对。是不是跟卡通一模一样？重点是，你有听到它那个狮子吗？还有，听说有不同的声音，再听一个。好，那你们看到这个呢，是变了一半，因为这里还有手，对，脚，我们就在这里玩很久了，还没有合体耶，还没合体。好，那现在呢，一样，我们就把它拆开。好，我们同步进行。一二三，会。对，尾巴先拿起来，放旁边。好，等一下是它的武器。然后呢，我们要一起先做脚的手，都可以把它卷回来。同步。啊！这里面有东西。噔噔，砰砰，脚。哎，有哎，我找到了。脚完成了吗？脚完成了。这样子。OK， 所以它的脚左右边是不同颜色。不同颜色。如果很酷哎。那它就可以站起来。对，它并不是说那个白虎就变成脚。然后黑豹变成手，这样就没有那么有趣了。对，它就是一边一个，一边一个，所以等一下手的地方呢，是用它的前半身，对，然后再变成左右不一样，左右手刚好对称。好，来吧，手的话应该就是把它合在一起，这个也是卡榫嘛，对，合在一起，合在一起，就拉直合在一起，然后因为它里面都有这些卡榫，有没有？对，这边就把它扣起来，扣起来，扣这样的声音就对了，扣。我装看看喽，他的巧思真的太妙了，应该是，是吗？哎，还会发光哎！哎呦，来哦，换你。好，所以我是这边。这边。
噔噔噔噔，超级酷的，发光，雷霆狮王，咻，雷霆狮王合体完成，而且你看这边是白色，这边就对，它就跟它的脚也是不同边的，真的这样比较好看，颜色有错开，错开来，会，哦，我知道了，为什么站不起来？因为它这边呢还有一个，你要把它往后推，它就会站起来了，然后这个盔甲就可以往下掰，噔噔，哎，对耶，这样子又更展开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你爱调整成什么样都可以，对，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喜欢喜好。这样就站好了，喂，拉高，长高了，长高了。你刚刚怎么让它长高的？拉起来，拉起来就长高了，好帅气哦！这样整个很体面哎。缺乏武器。对啊，说好的武器呢？噔噔，来这个，你要可以做成它的剑。哦，你看它有那个凸凸的跟凹下去的洞洞，想必就是要把它们两个扣在一起。这样就变成雷霆狮王的武器。嗯，酷哦！我要放在哪里呢？手上，这边吧。啊，这个应该是要把它放在这个洞里面，所以这个你看它有点放不进去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们这里有个小机关，把它打开就可以放进去了。好酷啊！而且它这个手是爪子的形状，嗯，好不好？很酷、哦。好，那这边还有一个，因为他是武士，所以他有盔甲，他有那个头盔，戴帽子吧，头盔，头盔，头盔，是哎，很精致，我前面先套，后面再套起来，喂，有吗？有吗？我好期待他等下转身哦，哦，武士的脸哎，帅气，他有那种东方武士的那个头盔的样子，而且都有配色到，很帅，很帅，好，再来，再来，这里还有一个。卡榫，对，还有个卡榫，这边有一个卡榫，然后这边有一个，你就可以把它，嘿，哇，超级帅气，雷霆狮王，耶，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红狮王，雷霆狮王 ，Geo Mega Power， 帅。帅气，所以如果你喜欢今天我们的介绍的话，记得按下订阅。对，我们之后还有更多的玩具要跟大家分享哦。对啊，喜欢机甲超兽王的话，也不要忘记每个礼拜天早上11点，对，都要收看我们的悠悠 TV， 就可以跟我们的机甲超兽王一起去打败坏人。Geo Mega Power， 好，一起对抗黑势力。